看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有得要审查财政收支划分法，这个条约是爆发着具体冲突。国民党73岁立委陈应康有得要来保护着议事的人员，防车一个邓洛泽。正卡卡头乌十二个金大船登去，再去是吐着怪啊到立法院，伊讲伊无怪任何人，啊是毋是会来排入着伤兵的名单？伊讲伊内心正健全，毋是伤兵。谢谢，我们进场。国民党立委陈应康吐一个怪啊，拜嘞，偷偷走入议场签名。原来伊卡头乌金登去啊。好吧，因为那天我也在您。没问题，很好。崔工没问题，也不过到底谁在受伤，这就要为组织在违法的修法现场讲起。那这个立委叫叫得得，民进党的立委蔡玉武、洪新汉站向头前，陈应康用身体保护艺术精环，也不过立委洪淑去边啊，倒伫涂骹送病治疗。那天是谁打动你？不是打动，在推挤过程中，我在挡很多的人，膝盖关节那个韧带断掉哈。医院说是反正要一点时间了。73岁陈应康经过诊断，除了脚头有筋断去，医生更加为伊的脚头有抽大概50cc 的积血，甚至建议伊入院开刀。陈永康委员的不知道他伤势怎样，我嘛想要去他看出来。凶手会是洪新汉或蔡毅？没有，推挤过程中间呐、啊，双方都有立场啊，我们是保护医师人员。进入伤兵名单了？不会，没有，心里面健全，不会是伤兵。强调自己的心理真健全。那党团的立委有来关心，立法院长韩国瑜甲民进党的立委嘛拢有在质疑，调查针对这违法发生着未少冲突，现在受伤的人搁加一个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